妈总会成立的仪式。我发现我们很多陪同妈妈是我们汇丰信用卡的忠实客户。那么我们汇丰银行以己之力，让我们海外同胞们能够更好的融入当地生活。为此呢，他们也做出了自己的行动与努力。下面我宣布，经过两周的投票，当选温哥华陪同妈妈总会第一任会长是李娜女士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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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郑方导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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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袁姐，袁姐，李会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袁姐，你就别笑话我了。我哪敢笑话你呀、啊！真的恭喜你，你家庭和睦，教子有方，不像我们家，问题就没有断过。至少我们家老杨不会像你们家丁教授那样为我挡一挡、杨总也不容易，做生意嘛，起起落落难免的，更何况他又做得那么大。他的事儿，你知道？啊。我是听我上海的闺蜜说的，说她现在生意上遇到一些困难。我是想说，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你尽管说，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。